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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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没有了。哎呀，哎，第二个八点零了。有了，开了。就说他想要成为八点零好了，什么了？想篡位啊？你也想啊？再开，自己说自己想的。来来来，今天王国之战五对五，好，我们都五对五。酱油应该还没有玩过全部的地图吧？没有，嗯，没有吧？没有。他表示说当国王很可怕吗？哦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当间谍啊。洋洋你还没玩过哪个地图？我还没玩过中烟大陆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会飞的，你会飞下去的，感觉他有飞到虚空过吗？没有呢，应该是。那你就该摔摔看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拥有这个记忆。我确定有玩过平原啦、啊。他好像也玩过水的吧。哎、我想玩那个中烟大陆。啊，就是那个，这个人怎么？我们现在就选了中烟大陆。香啊！香啊！还很重要啊！这个真的别说我对他没耐心哦。我比较想要玩那个中烟大陆，真的别说我对他没耐心哦，是他会他会耗人耐心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没有，掐死他，你就是。我理。感谢我恩许定。请你不要不理酱油了。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。你不要放我们跟他面对啊！我不想面对，让我们一起面对啊！哎呦，那就随机分队喽，好，间谍喽，好，随机分队，抓到巧克力间谍，好，秒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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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玩，秒抓。抓到哦！哎、啊，那我们下去。好，不用动，耶、yeah, 嗯，好爽、哦。不用动，耶、yeah、耶。人家酱油，哎，同一栋的今天都同一队。对啊，酱油。哼，等一下，你的字上面，你的下面如果看到一个什么，你是间谍要隐藏好，你要讲出来哦。你不要这样讲，然后要隐藏好。这个有间谍啊，有。而且我要先一开始先表明身份，让你对啊，不要骗他，你要真的相信啦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会讲咯，不会来个假间谍之类的。没有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你一进去，他就跟你讲说你是不是间谍。如果你是间谍的话，对，你就隐藏好。嗯，对。我是间谍，我是国王，去挖矿。我不能动。等一下，不能第一次玩哦。你第一次玩哦。我第一次玩了，拍死了。你们也太急了吧！哇，好，马上结婚，我直接去拿，我直接去拿，我直接去拿。拜拜，好，你去拿。有石头了。我们要石头干嘛呀？嗯，要拿东西。为什么干嘛要给我再挖？请问要几层？我们可以几层？你决定啊，你是国王啊，你要几层？我看现在是几层？哎，五十好了。好，那就五十。啊，嗨，团团。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往下挖？没有啊，再往下挖，再五十就好了，再五十就好了。哦。嘿嘿嘿，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赚钱。哦，所以他不像之前那样是有一个给你挖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啊。那是海洋的吧？那是海洋，哈，海洋才有一个地方。之前是有一个道路可以直接往下到下面洞穴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要自己挖。那是海洋地形，对，真的是很现实呢。嗯，哎呀，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挖，还要别人挖哦。对啊，酱油你也太强了吧？嗯。你秒马上从零到四哎、欸，零到五了、欸。巧克力已经十块钱了。对啊，他们集资集比较快啦。真的。
我们这边就比较穷，基金六块，我们自己比较穷，酱油也很会赚钱啊，对啊，酱油七块啊，嗯，我的功能只剩下赚钱了呢，赚钱很好啊，在这个游戏，赚钱很重要啊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酱油，你知道间谍怎么玩吗？不知道呢，啊，所以你是间谍吗？间谍，他会写在哪里啊？你对话栏看一下。我是他说我是帅哥。好的，好的，你的城市应该坏掉了哦。对，然后你十块钱可以上去换稿，请去了，你已经15块了，你不用再挖铁了。不要再挖了，你不要再挖铁了。哦，好吧。你让给我们。这样子经济会越来越疲乏，我们会越来越贫困哦。哎、欸，票池我都拿走了。好。嗯，哦，中间应该来不及抢，一定来不及了，不用抢。哎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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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往上挖，往上挖。我有铁镐。哎、欸，哦对，是这里。请问那个50块的是发生了什么事、啊哦？他挖金矿会比较快啊。嗯。对啊。所以我换岗以后，我就会有金矿了。你就可以去挖金矿。你竟然挖国王的黄金？铁可以挖金，铁镐可以挖金矿。我金矿也是往下挖就好了吗？你挖石头有几率会旁边蹦出铁矿，那你挖铁矿有几率旁边蹦出金矿，以此类推。哦、嗯，下一个会什么都没有挖个梯形啊？酱油，你之前叫你垂直挖，你不垂直挖都挖梯形。哎、欸，换稿子的在哪呀？楼上，三楼、嗯。你要到三楼，你会看到一个很可疑的方块。哦，真的，它真的是蛮可疑的。嗯，然后你要按住蓄福特，在它左键就可以升级。对。哦，有了，我矿工铁镐。嗯。石镐掰、啊。对，石镐可以丢掉。好可怜。真的，利用完你就没有用了呢。嗯。好可怜哦。被利用完就丢了。被用完就丢了，用完即丢，你的价值就在这了。鸟约即丢，哎、欸，影月，我在你隔壁，过来这边挖好了、啊。我要造福大家，我要挖路进去。我在楼顶呢。哦，团团过来，团团过来，回来回来。啊哦，这边已经有路了、哦，哇，你人真好。这边谢谢。可是这里有金矿啊！哎、欸，留给我啦！好啦，留一个给你，我留一个给你啊！你给我堵起来，里面啦，这里啦！你要挖一下啦！怕有人来哈！哦，那、啊、你不挖吗？酱、欸、油，你脚边。嗯，我石膏跑去捡鞘子来了，你们为什么？还是石膏，4块钱。你怎么了，繁星？拿鞘翅哦。他拿鞘翅啊，他贡献了很多。嗯。那是啥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什么是鞘翅吗？我知道呀、啊，会飞的小强。对对。如果巧克力拿到那个会很烦，所以先拿回来。哦、嗯。因为刚刚我跟哈记结婚，我们两个有很多鹅卵石，对，利用了这个东西直接冲过去拿。没错。原来。欸啊、哦，谁？还好不是我，还好不是我。哎、欸，至少是你好吗？瓜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只有铁，我只有石镐哎。如果是，好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翻身不了哎、欸。真的，你翻身不出来，好险哦。我宁愿你，其他是来榨财的，直接喷掉。对啊，嗯，听我解释，反正听我解释，我听啊，我听啊。这种人最可怕，这种人最恐怖了。我听啊，挂号笑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。写个介绍的，你好烦呢，你讨厌，哇哦，这样不行哦，哦，原来没晒，原来你是这样。
的呀。哎呦，努力接。好，哦，打通了，打通了。反正今天先搞这个吧。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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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怕，哦，我开始。不好了。哦。哦，哇，这个圈真乱啊！王八念经是什么？不知道这个押韵，不要听，我要不要听王八念经？什么鬼？然后说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王八下蛋。为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你听过吗？听过这个？没听过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。哇，完了。酱油去升级稿子啦！哦，好。他，你该不会还在死稿吧？我在铁稿。铁稿。哦，你可以升稿，我比较快了。这是哪个？最高级。对。真的。不然你这样没办法做间谍的事情哦。嗯。哦，真的吗？请问间谍要做什么呀？间谍啊。搞破坏不被发现。哦。或者是。偷偷摸摸的送东西到对面之类的。哇，可是我觉得间谍过去应该就是被打死了吧？对啊，就是故意被他打死，然后把东西送给他们。你可以假装说，哎，我在打巧克力之类的，然后故意是把东西都给他。对啊，或者是说好，你就是真的跟他打，然后你死了这样。对，其实你是很认真跟他打，不小心死掉。对，然后但是你身上其实都带一堆绿宝石，这样直接喷出去给他。嘿，哎，那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做间谍啊。知道，因为我根本不会冲出去啊。嗯嗯，啊，等一下，我不该讲哦。嗯，想想的念念赞。哇 ！B 啊，有 B 哦，哇塞 ！C， 最近涨到 C 了，最近涨到 C 了。没有，我抢金砖抢失败了，我抢回来，我抢回来，我抢回来了。最近成长了，最近成長我自己还回，我自己勒索回来了，走开！对，别说，抢我金矿啦！我才抢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有留给你。嗯，还在楼梯上。我的是金砖。哦，好，那我又抢回你两个金矿，对啊，超坏哦！你还敢抢？哎，我只哎，你直接冲过来，哎 ，C C 是什么？中间时间差不多哦。好，哎，酱油，来你们可以开始炸国王了。炸国王什么意思啊？打国王啊？可是我觉得我丢炸弹只会丢到自己人哎。你也可以说我在丢最对面，然后不小心丢到你。对。Fine。没事。叫一下保平安。对对对对。我终于有钱了。哎，你负债累累，你钱还。追回来欸，对啊，你还快要比酱油多欸，很会赚钱就没了，哎呦，赚哦！我们大家没有人去中间，就是他们对方可以打我们这样，婚前协议，闪闪均分。哎，你你们两个欸，你们两个欸，哎，你刚原本六，你刚原本六十几块变七十几块，你好赚哦，我赚了十块，哇，好棒哦！哦，那是 Pico 样不是 Pico 样啦，我以为是杰克。没有，我想说那我的钱，没有钱，没有钱，我们都是一群穷逼吧，穷逼不啊，白痴哦，借还我，跳，我啦，他不想理你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死掉的话，你的钱会还给对面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虽然他是说随机系统，可是玩下来每次都是死掉那一方。把钱给别人，嗯嗯，哈，那这样的话，我结婚戒指是不可以丢啊，不然就干掉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去帮你把洋洋干掉。啊，赶快帮我把他干掉！天爷，他都有对象了，还敢跟我结婚啊？哼，有什么对象？他对象他秒月陪完哦。哎哎哎！
刚刚谁的脚下哦，好近了吗？谁啊？哇，你 A 那么大声？咦，没有啊，我乱讲的。空降箱子，天眼。什么天眼？好远好远。开天眼。哦。你开了、哦？我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哦哦。我觉得我的运气蛮好的，完全没有挖到金矿。好衰啊、哦！钻剑，拿了一个钻剑，就钻剑而已。钻剑可以啦，还行啦。不是啊，升级升到最高等就钻剑了，他给一个没附魔的钻剑。你可以少买一个什么包，战斗包，战斗补给包。对。哦好哦，我们也发光了。嗯，礼尚往来嘛。他们会冲过来吗、嗯？好问题，难说。有人在蛮下面的地方。请问国王，我们有什么策略吗？我们有什么策略？各自发挥、啊。我开场忘记去尿尿。那你去吧。那你去吧。我想到一招哎、欸。怎样？怎样？我全部都围在国王旁边，然后呢？你是不是想丢炸弹？没有没有，以我国王为中心，国王做什么跟着做什么。然后